Welcome to my music world。那对于嘻哈音乐来说，其实发源地是美国，在美国他们做的是最好的，也是最有经验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在美国做音乐的原因。I love the song. The song's banging. 我就是会去保证我自己音乐作品就是的品质，不管是在美国发也好，还是在中国发也好，都不会差于这种国际的水平。这世界很酷。